每晚18点，新闻制高点。各位好，这里是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新华视点。仲夏的香港，大帽山下满目青翠，驻香港部队石岗营区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气氛。今天上午，正在香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活动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登上检阅车，前往阅兵场，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主席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受阅部队列队完毕，前厅检阅，驻香港部队司令员谭德洪开始上。同志们好，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为革命好。斗争，斗争，争！同志们好，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太君大队敬礼。同志们好，主席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好，主席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人民服务队，同志们好，主席好。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们好，同志们，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太君学兵方队，敬礼。同志们好，同志们，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同志们好，主席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
志们好，同志好，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们好。同志们好，同志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同志们好，同志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同志们解放军，加油！同志们好，同志。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国家兵的三八队，敬礼。同志们好，同志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同志们好，同志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和民主党，加油！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后勤保障部队，加油！同志们好，同志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同志们好，同志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四九八三，加油！同志们好，同志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同志们好，同志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加油，同志们，加油！驻香港部队可以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中最特殊的一支队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头一次在一国两制条件下驻军。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来介绍一下这支队伍。驻港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唯一一支陆海空三军联合编成的部队。1993年1月，驻港部队奉命组建，1997年7月1日零时进驻香港，取代驻港英军接管香港防务。中国人
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驻香港部队在港内共使用14处18个军营，每个季度驻港部队要进行一次海空联合巡逻，这也是驻香港部队依法履行防务的重要体现。驻港部队要严格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20年来，驻港部队组织19次分队轮换，20多万台次车辆和80多万人次进出香港，5万多人次上街勘察游览，没有发生一起扰民事件。为遵守香港噪音管理法规，照顾港人晚睡晚起的习惯，驻港部队不吹军号。关注特别报道，情满香江20年，香港回归让深圳和香港这两个城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现在有很多人每天往返两地，过着双城生活。我叫张玉彤，今年13岁。我叫陈希文，今年24岁。今年是攀岩第9年了。我11岁进的国家队，是现在也是国家队最小的一个那个运动员。13岁去了英国留学，那时候其实对内地的认识也不多，普通话也不会说。那么现在开的公司主要就是做 B2B 出口的西装生意。那客户群主要就是在英国、美国还有澳大利亚。特别期待每次就是每周去一次香港这个时间，然后很想去跟他们爬呀什么的。因为就是香港的游泳水平高嘛，然后香港那边严管啊也比较好。以前跟他们港队还一起练，然后当时那个水平就是真的是提高特别快。我来深圳创业的原因，其实主要就是发现在香港创业的成本是比较高，同样的价钱投资的资源时间还有人力物力，觉得在深圳这里那个收获会比较高。放学的话，小学是4点放，然后放学一回家，中午就把东西收拾好，把自己装备包一背，然后就去过关。然后过了关之后，去到严管大概需要1小时，坚持了应该快5年了，每周至少一次。就是如果是在广州或者你在上海、在北京，你这样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因为深圳跟香港因为离得太近了，我们过去也就1个小时。目前我们公司就是有自己的车，来回皇岗口岸，车程从我们尖沙咀总部到观澜这边大概需要1个小时15分钟左右，通关那边问题也没有很大。攀岩呢，既然已经选择了这条路，就坚持吧，就走下去。等到明年之后，我就可以参加那些国际的那种比赛了。然后到时候可以看一下那个水平啊，差距在哪里，然后回来再好好练。西装需求越来越高，内地的消费力品味越来越高，而且西装是最能够展现衣服的品味。我们就现在刚建立了新的一个内销团队，希望能让内地的各位朋友对西装，尤其是定制西装这一块有更加多的了解。很多人去香港都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人多。不管本地居民还是外地游客，永远都在路上。您知道香港到底有多少人吗？他们都来自哪里呢？通过一组数字来寻找答案。香港作为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人多是最大的特点，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6690人。根据2016年香港中期人口统计结果，香港人口达到了733万，其中711万人为常住居民，22万人为流动居民，其中华人占92%，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华人社会。在非华人中，以菲律宾人和印尼人居多，分别占总人口的2.5%和2.1%。
在香港18个行政区中，观塘区的人口密度最高，为每平方公里50910人。就地区而言，旺角是全香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平均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3万人。鸭绿洲更成为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岛屿，每平方公里有超过6万人居住。与高人口相对，香港出生率是全球225个国家及地区当中最低的。2013年，每1000人当中只有7.9个新生婴孩。持单程证来港定居的内地人更成为香港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香港的老龄人口增加显著，按香港政府统计处的数据计算，到2033年，全香港65岁及其以上人口将有27%。2015年最新数据显示，香港男性和女性预期寿命分别为81.4岁和87.3岁。由于有完善的医疗设施以及全面的老人福利政策，这里成了全球最长寿的地区。到今年的7月1号，也就是明天，香港回归祖国整整20年。这20年是香港与祖国同舟共济的20年。香港的繁荣源于香港同胞的辛苦打拼，更是因为它背后站立着日渐强大的祖国母亲。接下来连线新华社广州演播室，请评论员赖雨辰来谈谈他的观点。雨辰你好，明天就是香港回归20周年了，你有哪些感想呢？好的，傅瑶，香港回归20周年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重大的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一方面，内地广阔的腹地为香港企业和居民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像京港地铁、合拍电影以及香港的金融、保险、医疗、社会工作等行业，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的便利、快乐和优质的生活体验。我想，一国两制的成功和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它创造性地解决了历史留下的难题，也不仅在于它推动了内地和香港在宏观上的融合与发展，更在于它为我们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带来了可以感知的益处。而同样，这种制度的成功和伟大，也是由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怀着共同的期待，立足于自身努力而一起成就的。回首20年，我们希望这些期待和努力延续下去，并肩前行，共同成长。傅瑶，好的，感谢雨辰。为了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今天晚上8点，位于维多利亚港的香港会展中心将会举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文艺晚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的，稍事休息，新华视点马上回来。明天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5届政府就职典礼将如期举行。接下来，让我们伴着新华社特别制作的 MV《我的香港2017》结束今天的新华视点节目，祝福香港明天更加美好。过几飘扬。